yang menyedihkan, beliau sanggup menjilat lidah, berdamping dan bercium mulut dengan musuh. 自打嘴巴之后，还要跟敌人抱在一起亲亲嘴，不用点名，大家都心照不宣。那句口中那个很烂交的人，就是马哈迪了。 Siapa yang mengajar kita selama ini bahawa DAP itu parti perkawaman? Kalau bukan itu, siapa orang itu? 不是他，还有谁呢？ 纳吉树以前一直教我们，行动党是种族沙文主义政党，是个仇视马来人跟伊斯兰的政党。但现在那位老人家却自己跟敌人行动党走在一起，背叛巫统了。DAP adalah musuh kepada orang-orang Melayu. 要党员看清敌人是谁之后，纳吉接下来还隆重地跟党员介绍巫统的好战友——伊斯兰党。 Tuan Guru Dato' Sri Haji Hadi Awang, saya memetik ucapan beliau. Kerjasama antara Parti PAS dan UMNO kini adalah satu amalan politik yang sungguh matang. 纳吉把伊党主席哈迪亚旺讲过的话再讲一遍。纳吉说，就像哈迪说的，伊党跟巫统的合作是一种成熟政治的体现。伊党跟巫统不会争吵，因为他们可是以共同的利益为斗争目标呢。 纳吉他是左赞哈迪，右踩马哈迪，而被踩的马哈迪今天已经出来消毒了。马哈迪说：“是的，他跟行动党现在确实是在共同的目标下合作，但他强调他不属于行动党，他是靠自己的。”那马哈迪还叫大家不要太认真，昨天晚上那场党庆呢，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已啊，让人付费观赏而已的。